看到我说你哦。哦，阿仔。阿弟阿妹呀。哎，做生意要寄什么礼物？哇，我要 special 啦。special？ 哎，可以啊。啊，啥是 special 啦？就是 special 啦。special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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娘啊，啊你刚才在讲啥啊？是 special？ 我知，你恁妈孙啊感情较好。你买一个吼，较技巧、较特别物件去落来。啊，买一个较奇葩物件吼，遐到时囡仔也无来，会加买。买啦，买啦，买啦。啊，啥做我想到啊，娘啊，我想到啊啦！哇，你娘讲这边有国语啊？嘿啦。对嘞，你话国语你唔着，这唔爱话国语，啊，这是你呢？这就是伊讲是白笑的啦，啊，你就照一张话就对啊啦。阿健，阿健，要收钱了，爸爸，你回来了。对啊。哎，三妈，我回来啊。哇，这么多礼物，爸，这都是要给我的吗？哎，别急啦，家里面每个人都有。三娘，你回来哦。哎呀，是啊，大包小包你无看。我老是想讲哦，三四天拢无回来厝的啊，买一寡物件送给大家欢喜一下啦。哎呦，哦。爸，来，这里有虾子。哦，虾子。爸，这里皮鞋。哎呦，哈功夫。没啦。国语。来，你的生日礼物。谢谢。我好。来，你的运动鞋。哇。啊，我鞋啊，都贵啊，香啊，还加买鞋啊呢。那是，那我虾子唔贵对。爸妈，你进山呗，恁就收落来啦。就是嘛，阿公阿妈，恁就收落来嘛。好，收了收了收了，我明仔随清。李进山，那我呢？你的，晚点再给你。装神秘哦。俺两个阿公某踮咧搭水果，还饭煮好呢，先来食饭，等下我食鸡卵糕吼。好诶，那小妹吃鸡蛋糕。哦，刚好。国玉，阿你度假许什么愿望啊？我长大以后。要带阿公阿妈去环游世界。国语哦，真友好呢。就这样啊？是啊。啊，你带阿公阿妈去环游世界，爸爸妈妈还有弟弟呢？我顺便带你们去的。哦，你专程带阿公阿妈去环游世界，我们就顺便啊。哎呦，反正大家都一起去嘛，不要这么计较嘛。哈哈哈！莫跟囡仔计较啦，可以啊。啊，这边送我你的，苏佩秀。祝福乖孙生日快乐！阿妈，你也要下礼啊？我，哦，拜托我帮替我下的啦。安尼都是你话的咯。啊，都。我知我知，你是阿公下的。都是阿妈话，对唔对？歹势个，迄度哦，嘛是阿公话啦。阿边那话哦，是我甲阿公讲的哦。原来我的话都是遗传着阿公甲阿妈。爸妈，
恁两个这么厉害哦，啊，一个会晓教，啊，一个会晓画，啊，搁画到这么好。你唔甘嫌啦？李金山先生，有挂号哦。哦，我来开门啦哈。你好，麻烦在这里签收一下。啊，好的。谢谢啊。是谁的信啊？慧珍啊，之前申请移民通过了。真的通过啦？是啊。我不玩了，我不玩了。别生气了。国语啊，国好。我就是不玩了。我看这两个囡仔，连谈面都讲不爱了。囡仔，啊，连做面梦都讲不爱去加拿大读书啦。慧珍啊，真正有影心肝真凶，安尼讲话娶了要甲娶出去，那不受到阮两个老的哦，啊，无嘛替这两个囡仔啥想嘞？我来坐一下，怎啊才睏去？我天光啊！嘿，啊，这慧珍哪袂落来穿早冬啊？我多煮，煮一寡给我的孙吃，啊，无到时阵哦，要煮就无机会哦。妈，我知影哦，你是唔甘我把囡仔带出国啦，也毋过我安尼做，嘛是想要对囡仔的学习有帮助啊。啊，你嘛知影，国语哦，伫科学啊，佮有艺术方面，拢足有天分的啊，无得靠带出国学了佫较好呢。你都要把囡仔带出国啊？莫搁编一堆理由给我听啦！妈，我唔是编理由，我讲的是事实呢。是啥物事实啦？你若遐个囡仔大，叫你把囡仔带去读书，你一声就把因好，啊你是安怎？是你后头厝兄弟小弟较好心？你有退散的想无？啊你敢有想阮两个哪有感受？妈，你误会我啦！误会，六岁啦！你要把囡仔带去啊？无啥物好讲的啦！安抚妈妈的，反倒惹火她。静三知道一定会很生气。我
我该怎么办？我想你误会慧珍啦，啊，伊的想法甲对的时代，伊会安尼想，一定有伊的道理啊。对啦对啦，来来来，饮一杯茶，卖生气吼。就算有伊的道理啦，啊嘛袂用安尼生啊，啊你煞毋知伊有一个阿兄住伫加拿大，伊就敢若一直想要住加拿大。啊是讲伊若想要安尼生做吼，嘛不要紧啊，啊伊嘛袂用甲一个暗房的无管啊。啊无啦无啦。阿姐哦，你误会慧珍啊啦！我有听三姐讲，伊嘛赞成把囡仔送出国读册啊。哈，那是三姐拢听慧珍的话啦。慧珍啊，若叫伊惊东哦，三姐就唔敢走去西边去啦。这所有的代志哦，拢慧珍来做主的啦。好啦，妈，你莫生气啊，心情放好开啊。对啦对啦，心情放较开。既然你人拢来啊，我看安尼啦，来我遐安心啊，住落来，加住几工。好，我来去你遐哦，住几工啊？我听住较久的，我都唔相信三的哦，伊拢袂烦恼我。干那气就袂吹大啦。好啦，妈。喂，喂，大兄，我三奶啦，妈今嘛有到伫你遐？有啦，妈有伫我遮，你免烦恼啦。啊，安尼我就放心啊啦。大兄，妈今嘛有到我伫咧边啊，我有几句话哦要甲伊讲一下。你要甲妈讲话哦？你嘛真够紧时间诶。你拄卡来进前，妈才讲伊要去洗身躯啦。阿婆，你甲妈讲一下啦，我有打电话来过，阿妈请伊赶紧转来，爸甲囡仔拢足受伊吼。好啦，我知影啦，我甲妈讲啦。哎，三娘，我甲你讲，伊甲爸。过迄两个孙足想你个，好啊啦妈，你就莫阁想起啊啦。我看你安尼心情无好，我嘛开始烦恼起啊呢。无安尼好无？趁明仔载病院放假，我带伊来四界行行看看。好啦妈。啊！你都喊你来，就让茉莉带你去世界行行看看嘞。是啦。啊，好啦好啦，明仔载带恁两个出去行行，我心情较轻松袂啦。安尼就对啊嘛，阿妈你对。我大话啦，无瞎话啦。我咧讲话哦，慧珍甲厝遐个囡仔吼，要搁一日要甲阿新咧。莫安尼想啦，好无？啊，安尼想。我都唔知影我安尼做哦，到底是为虾米？安尼哦，是有啥物价值啦？啊，你唔通安尼想啦。你安尼做吼，做了真有价值。来，先啉一杯茶，好无？酒茶，先啉一杯茶，喘一口气。你听我讲几句话，好无？妈，囡仔拢会大汉的，就算因即马无出国，大汉了后。嘛是离开你的身躯边啊，就亲像阮这兄弟姊妹共款啊。即马就干那三个，甲你带做伙尔。
包括我，甲其他遐兄弟姊妹，拢无在你的甲爸的身躯边，敢毋是咧？妈，你看后壁迄丛香蕉树，伊边仔是毋是有花生会结出来？每一丛新的金蕉苗吼，拢是为老丛发出来的，拢是一个新的生命，是新的生命，伊就有新的发展地的，就亲像囡仔共款啦。大汉了后，拢有家己的路爱行，咱真正无应该，也无需要去甲阻挡啊。对啦，唔知你敢还会记？迄个时阵哦，我要去读国防医学院，你捌甲我讲过一句话呢。我甲你讲啥？你甲我讲哦，唔管这路我尼啊远，家己总是爱好好继续行落。家己的路，无论多远，都要家己行落。我甲你讲一句话。是啊，唔那是我，不过会记迄个时阵，三日要去读台北医学院的时，嘿，迄离厝的搁较远呢。到最后，你唔是同款答应回去读啊？我有答应回去，走较远嘛咧国内啊。我尔啊远，我尔啊近哦，迄毋是问题。最主要的是啥物，你知无？上重要的是家己的心啊。家己的心？是啊。拄则，咱行伫这片金蕉园。你毋是你甲我讲哦，吼，这真正足安静的，空气真正有影好诶。不过你是毋通袂记诶，同款有人哦，会感觉讲这庄脚所在，哪会遮无聊啦，无代志通做，啊甚至是闻到迄肥料的味，会感觉臭毛毛诶。所以我才会讲哦，重点是家己的心啊。心若安怎想，会去影响到你的情绪、甲感受。一个人若是有心，就算伊思念伊爱迄个人，离足远、足远、足远的，伊嘛是会同款感觉上，就敢若在你的身躯边。所以讲，一个人若是无心啦。就算我即马坐伫你的身躯边，你嘛会想讲哦，这人敢若伫天顶，离你足远足远的。你讲的是人爱有心。是啊，上重要的是家己的心。上重要的是家己的心。是啊，心。爱有心哦。嗯。慧珍啊，你老实说，前两天真的没有跟妈吵架吗？没有啊，我只是一时着急说话比较大声，她比我更大声哎。啊？哎，妈说话大声就表示她已经生气了嘛。那你不是说要安抚她的情绪，怎么反而惹她生气了呢？我怎么知道她会生气啊？而且我没有说什么难听的话啊，我真的没有。来，出去，进去，来。你两个讲了吗？
啊，囡仔等食饭啦，嗯。爸妈，我肚子饿了。我也肚子饿了。把都要的先假啦。爸。哎，我回来啊。阿妈，你回来啊。阿妈，阿妈。爸，你回来啊。嘿。哇，这么多物件的，我要看，我要看。来啦，这硬币啦。啊，搁有粉笔哦，啊，搁有这水彩，你讲要滴三十六色的啊？哇，这真是三十六色的呢！来来，搁有这，无啊，一人一顶。多谢阿妈。哦，啊，搁有这啦，蓬蟹衫，同款一人一领吼。是讲妈，啊，你来买遐济物件给囡仔嘞？嘿啊，爱开足济钱呢。嗯。我欢喜呀，我嘛欢喜，我嘛是。你们两个，赶快跟阿妈说谢谢啊！多谢阿妈。好啦好啦，乖啦乖啦。哎，对了，红姐啦，今天碰水衫要给你啦。我嘛有哦。有喏。哎，来来来，我嘞。嗯，你哦，我包你啦。妈，饮茶啦。这几天歹势哦，让你受委屈啦。我哪有什么委屈啊？我之前讲要带囡仔出国的代志，其实我好啊啦，是我老啊啦，啊对时代袂对我啦。妈，我嘛有唔对啦，我无应该吼，无顾着你含爸的感受。慧珍啊，万项代志哦，若过去就好啊。莫阁放在心肝头，莫想遐济吼。也毋过，好啦，你先吃暗饭咧，我等孙仔倒转来就好啊。你先去睏，啊，若无你明仔载公司上班无精神来倒毛，吼。好啦，你嘛较早睏的哦。嗯，我先去你啊。身体保重哦。我知影啦，啊，恁来去教会，爱加打电话当个报平安哦。嗯。阿公、阿妈，阮的电话打电话当来的。哎呦，袂用的啦，迄国际电话电话真正贵呢，免用电话卡的啦。然后呢，有写配好啊。哦，有写配好啊，练习中文。啊，恁两个去加拿大吼，英文学学的，中文唔通袂记哦，哈。恁两个呀、啊，阿妈昨暗交代话，爱记的哦。嗯。出门在外，是不必在台湾。恁去到遐，若要出外，事事行行都要较斟酌的。还佫，早暗家己都要会记的，爱穿好少，爱食好饱，哈？知影。阿妈，我要送你一个 special 的。我听得见阿公，我嘛要送你一个 special。来了来了来了。不管有多远，对我都不算距离。你不愿开口，就让我牵着你。如果爸，妈，时间差不多了，我就先来了。对哦对哦，紧去，阿婆忽然间来保佑了，莫。嗯。可以啊，记得听妈妈的话哦。来啊！哈。
这一切多么值得去珍惜。阿公阿妈再见，阿公阿妈再见，再见，阿公阿妈再见，再见了，阿公阿妈再见了，再见再见，阿公阿妈再见，再见了，再见，阿公我来看谁的哦。疲倦的时候，请你靠在我肩膀，彷徨的时候，让我当你。